上我的节拍，过去全抛开，脚步天天都加快，现在戏自己主宰，准备好要唱满足期待。天下传路也回溯正名相，传四方什么宫保鸡丁胡辣汤，第三鲜红烧肉炸灌肠，世界美名扬，马汉全心情八方客，玉盘山珍金雕细琢，觥筹交错，红红火火，家常小菜摆上一桌，问壶好酒亲朋对坐，中华佳肴穷回味不分场合。那今天都闹，总也包肉黄米枣，地冷别下太早，等到品尝过才知道，同味心巧，那点被嫌东算西角，都按套路那多无聊，不知道人还是水饺，喇叭和粥不能少，是临街亲戚老，汤圆随俗算是名调，风口太苗条，真不正宗不重要，是无定位碰无定当，是一颗口吃大包。中华名医是为天苦难分天外加的咸都成圆，别说天朝门家旁，还有珠宝山门烧烤钻蒸馏，样样都发烧，古有神厨庖丁解牛肉，请看我的先身手，当下先锋水准一流，食材全都挑，肥肥瘦五味调和恰到火候，再来一壶美酒，客官先润润喉。那记忆都结束，创新才是新菜谱，还有什么的输？呀白事出，天下谁家出？不论流派或天赋，色香味新奇决胜负。刀来斩，谁来呀？谁是谁？老虎才是烹饪的路数，油盐辣酱糖醋，都百味美。